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静坐，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，第六百三十六面，第六百三十六面，第六行啊，对第六行看起。 名中器官，出事故，这事故是恶面，目水水假，兵户同年，忧苦万端，这是事故。凡知一切世灵，人命中时，这一切即爱之。 灌小财富，该动下礼，读起读来，不能随判，只爱之怜，可以当习俗，但不能当出库因不懂故不前书，记住故故不懂古文。

所以，确实，当同时死，特别是灾难，你看，同时死人有偌多啊，起初是无共款，这个事实真相呢，那一定爱了解啊，在灾难来时阵，会惊未免惊。 如果咱一生知影伦理道德、相信因果报应、积心动念，自然甲圣地相应。就是拄着灾难，毋是歹事。 你提醒了，你呀、啊、向上了，是好事啊！如果毋相信，我请先天教诲，未当多按恶修仙啊，才能来咯。你是啊， 下面起咯，你袂当提升。内生想要得到啊现前这个果报，来不容易啊！佛力经常讲真罪咯，人心难得啊，福化难闻啊，一时人心。 人心果想要得到人心，这个机会非常渺茫啊！也未安怎看法呢？咱这个一生起心动念，言古做作，是咪是达到上品十仙的标准呢？这会里经常讲，上品十仙成天。 中品实现不食人心，下、啊、品都未用你咯。下、啊、品虽然未对啊三么多咧啊，多半是奴才啊、都啊魔多修路啊、奴才去遐去咯。哎呀，唔是一个好所在。 也有处怎样实现也多啊是标准啊。何法啊，未传来到中国以前，中国人是要安怎呢？中国老祖宗有标准。跟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实现就完全。 拢同款，中国人讲呀，无论你，无论我想，我想都是我解啊，有思维不敌。 表面上来看呢，比啊事先讲个较详细，讲个较清楚。这对表面上看，清楚来看，也都毋是安尼咯。清楚看新闻，个事先点开，变做三千仙，叫三千位移啊。 菩萨更较殊胜咯，加十善啊，点开为八万四千善。仙圆满咯，十善圆满就成佛啦。也这意思就是讲，千万啊，毋通看无即个十善。顶甲菩萨十善业多，也未当讲圆满。 也过差一点点啊，到好在圆满。那会怎样呢？那只要小看留意，你就会看到彩绘佛像啊。啊，后者这个圆光的顶面。 有三字，通常用梵文写，叫 “Om Ahom”。在中国呢，咱看到有中文写，有中文写，写这三字。这三字什么意思呢？心靠意啊，o 是心念。 啊，是口业，空是意业。啊，善业咧，就是不杀、不盗、不淫；口业就是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绮语、不恶口；意业是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诶，所以这顶面三利，都、就是十善业多啊。啊，所以十善业多，够幸福啊，才圆满啦。 那会当个轻视呢？现在一般二货无论在给出给，个只看无，而且个二路看唔起弟子规。好多呢轻视感应偏啦。认为讲这拢是最欠、最欠、欠得不得了，无想到讲。 最浅的呀、啊，原来是最悬的了、啊；最平常的原来都、就是啊，最舒心的。这是佛话所讲的不离幻门啊，相当也体会退回到。 确实啦，会体会到诶。人太少咯。如果哪到有一天命中器官啦、啊，即、这个器官是身体啊，身体单调无碍了，到这时阵就火都袂赴咯。啊，想要学机会无去咯，没熬这事故。 万机一切四灵，这一切四灵，那是越多一个包括是花界。人 <noise> 明将时，这特别是指咱欲界啊,啊，欲界人明将时，亲下落，这诗啊，黎明将时。 心命中啊，这系记的。啊，灵性无命中，灵性是不生不灭啦、啊。呀、啊，那灵性无生灭，灵魂也是不生灭，灵魂有转变，所以可以叫做变异心系。 身体叫做分段生死，咱来到这世间来，生活几十年即段，啊，即一段一段，所以啊，讲有即个身体就分段生死，无即个身体，人性叫做变异生死，变异是虾米呢？伊不断向上提升，或者向下坠落，拢在变异啊。 呀，到即个时阵，你都啊真正诶明白咯，你一切所爱、所贪乱诶惯习，在不，你一夯都抓未起，该当舍离呀！我告所你。 万般终不苦，唯有，盐随心呐、啊。你什么当带去呢？带去是你的业，啊，你的善业帮助你生三千多；你的恶业帮助你去生三恶多啊。拢种拢是红心。 去位去往生呢？啊，个人有个人诶，业务啊，所以你是独去独来，顾客、恩爱夫妻两个人做的业是无共款，技术无共款呐。 这未当唔知影，只有即个方法，起初也当是同款诶。那著是念佛求生净土。早年台湾大师所做的证明，完工伫罗山呐、啊、东林建念佛堂。 自动到合的，一百二十三人，个个拢往生，往生当然毋是同时，有生有后啊！后往生的人，弥陀来接引，拢看着生往生的人，地地阿弥陀佛的身边，做伙来迎接伊。 这都是说明啊，命中器官也会当到顶啊！大概只有揭露世界,了世界啊，如果揭露世界，以外都也不可能咯。啊，你家己诶，恩爱诶，关系，你若是明白刚误咯，确实。 只有这个办法，生生世世永远做伙啊！啊，要安怎才会当真正实现呢？都是每一人心内拢爱甲阿弥陀佛对得起啊。 心内啊，毋能去想别项，拢总想阿弥陀佛。我心是阿弥陀佛，你的心嘛是阿弥陀佛，野心嘛是阿弥陀佛。这都是关工、东林连下当初的办法，大家拢安心啊！伫这个世间。 大家自己做伙来修行啊，到到了世界嘛是自己做伙来修行，这是一个可靠的方法啦，咱永远都不会理亏。 啊！最近我看到几张片，各地动手下来，希望有缘分跟我做伙来共修啊！今仔日我改这个方法，传给大家，确实会当永远做伙啊！ 啊！你诶心内都爱有阿弥陀佛，唔通有净空法师啊？有净空法师是袂当往生呀、啊，有阿弥陀佛你会往生，即、这个啊，真重要，逐个爱诶，记哩，有冤必成。啊！ 下面讲啊，真好，知爱之人可以同时死啊。即、这个同时死伫现在，咱看啊，真正平常灾难当中啊，另看即个灾难死偌济人，同时死啊，但不能同初去啊。为什么呢？原因无共啊。 各不千疏啊，起初各各不同，这个建离开了后，就是讲过去拄着，我都中国拄着袂认得咯。为什么改头换面啊？除非啊，你经过。 有神通，至少正修行二个以上。为什么二个有他心通，有生命通？也捌里啊！街头外面也捌里啊！我阿爹、嗯、啊，林都。 伊的精神多，我也爱买伊。有神通啊！左顾一搁办未到，抑无这能力。古、哦、云啊，莫水，水讲。 普通人会当跟随你啊！和谐兴运，品云是您命中时，最后灿烂。这个灿烂是讲最后一念，一切诸君悉皆散怀。这是咧讲什么呢？讲你诶灵魂离开你诶身体。 家你身体所有诶器官功能拢失去咯，一个善坏著是功能失去，一切成熟世界下移，啊，亲情甲你告别一切微细世界退失，这个所在所居诶内是国王。 也管理，也训练，对到你嘅身体做一个疲咯。也灵魂离开身体，也就离开一切啊！互相代行，这是帮助你嘅人，你是一个国王。 下面的宰相大臣，一个人数离开了，无上你个了。那京城内外，京是宫殿，你看所在；啥是啥市，古早时阵讲惊啥，惊是大，今来讲大都会啊。 来的是讲江，我是讲城。上马之城就是你的交通工具，电布服装，你手中的即系电布。如是一切如何相随？这一切一切，无一项会当相随个水。 你要治一个要从什么的？这个世间人确实有这的那些好想修装。呀，我是贫寒出身啊，对细汉无这的物件，大了后有咯。 感觉这是拖后腿呀、啊，这些负担吗、啊？你有这物件，心都未安了、啊，你天天去想着伊，天天看怪，所以这几年来，从学生上娃，这系啊，即类的。 珠也玉器、艺、那、术、個、品，我拢总不爱。最少我都送去啊。为什么？我无所在藏啊。虽然真正名贵，但是无所在藏，拢送人啊。 伊那倚喺厝较大间，有厅有堂，会当挂遮诶遮诶艺术品，我无这所在。我也无愿意卖啊。啊，我需要用诶咧，我拢用复制品。你看我后面诶即座佛像。 应该是东条诶鬼话啊，我这是复制品，原来咧，原来是商人啊。复制品放伫遮放心，毋值钱啊！啊，我惊我拢总无爱。啊！ 以后若有人要送这物件互我，著来送福制品，唔能送原件啊！原件即个我无爱，绝对啊，毋免去操心。但钓嘛欢喜啊，人提起我嘛欢喜啊。

即个苦对啊，对未来对分别执着来，你有执着，你就有这个苦；你未执着了，就无这个苦了。财物有真好，无嘛真好。在对毋通空在心来，空在心来，你就会苦了。 那定定想讲，即、这个财物毋是我诶。啊，我来到这世间，真苦无半项，来到即个人间呐，啥物都无扎来。将来走诶时阵嘛，也是空空诶走去咯，真咩也未扎去。我这句话讲，即、这个世间有缘，我暂时啊，用伊啊。 哎呀，想着讲拢嘛是暂时，就我用一下啊。绝对呀，无这念头讲故意我要啊，嘿，都错了。你有负担，你有团队，有忧虑，有牵挂，一团队烦恼拢会来。真像咱的大旅管无烦恼啊？为什么？真正清楚。 即间厝徛伫内底毋是我的，我明仔在里走咯，走咯也袂再看怪。用即种心态，住伫世间是真快乐啊！咱来地球是来观光旅游嘅，啊，即内面咧，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。 甲我丝毫都无相关，我下当欣赏，下当游乐，绝对未讲这念头故为己有，无这念头，控制念头都无，占有的念头也无，就自在咯。有这两个念头叫做作业吧、啊。 啊，这两个念头不，哎叫做啊，静业。真正、嗯、你若享受，伊是静业，无占有，无控制，这态度啊，都好咯。我看下面的这段经文。 广灌说好敬，这是何空得难呢？世间人民，互助兄弟，夫妇亲疏，东向敬爱呀、啊，母向敬节，有母相通，母得谈笑，言谢相和，不相为累。 这是一小段，看多人。中国老祖宗说过的“和为贵、啊”呀，那一边看多，嘛是搞好多人。 爱看破，爱放下，一时心情有所回落，迄时有当时啊。心内起的念头，这念头无非就是想欲控制，想欲占有，想欲感悟，那弄错了。我、哦、在这有句讲。 好事不如无事，无事著智慧啊。好事买做孽，迄、这个孽都成恶，险恶往往家己无智慧，袂当判断，家己认为是善，伊毋知影为是恶，为什么呢？甲。 别人带来无方便，咱俩做做些好事，那是咱的标准，毋是伊个标准。这难呐、啊，只、啊、有啊，如含义才会看到实情，真实情况，为什么？ 阿罗汉是真正无我了，见书烦恼断咯，才会看着真相，看到才会自私自利，自以为是。 即个有色的墨镜，你看外面物件，你拢看错了。啊，拢是家己的标准，那、啊、家己的标准当然会噶别人发生冲突啦。啊，冲突就发生，家己唔知安怎退让。 最后是两败俱伤，别人那是讲含着弯屈，所以变作完完上补补完不了咯。那有东修甲我讲，世间最残酷的业报咧，无垢见精。 伫战争当中死亡，伊用冤家伫个战争，有人提出即个问题来问我，我甲伊应证一点，拢无错。我伫咧二分的早年。 应该伫学婚了后二十年，常常做梦咧拍战，因为阮细汉的时阵呐，生伫这个抗战的时期，用日战争咧召唤呐，咧拍战。你看这个印象偌深刻。学婚二十年咯，有当时也做这梦咧召唤。 那有住在战压工地，战场顶面死亡诶，阿赖呀，意识永远是抹未去诶啊！死了安怎伊无觉得死啊，伊抑搁咧拍战。如果若无讲哦，几百年、几千年拢嘛咧拍战。 真正是苦不堪言啦！每讲拢这家乡当中的过日子啊，穷苦啊，身心拢未当安稳，生生世世爱变上几百年、几千年。 你看这偌坎坷，只有菩萨助臂，都得菩萨咯。菩萨甲因啊现动内心，讲经说话帮助因讲我，讲我的傲就怎样错咯悟了，讲我的傲。 战争老早就结束了，伊毋知影结束，结果慢慢恢复正常，就偌可怜呢、啊。啊，心无经济都有所回暖，万分恼怒还都出来咯，傲视转角。 地形大弯呐，对细弯变作大弯，对细摩擦变作大收分。这干之书，经常关系，虽不临时应给修破啊！修破得你，你别看破。啊，右边这段经文。 看世人，清官之间，应当何敬？不合心患，患啊，慢慢呐，唔通结啦。古在这看多人，还结宜解不结。 绝对呀，毋通甲人结怨啊！别人,、啊、人来找麻烦，我心内马上就明白，即起些万婚真嘛拄着了啊！包括内对啊，万金灰啊，冤家对头即拄着了，赌条安装爱拎爱扭。 对伊爱谦虚，爱恭敬，该化解；那恭敬谦让，该完善格啦、啊。这是有智慧，这人是聪明诶。啊，咱用即种态度来对待伊诶时阵会感动。如果伊一日讲我真好，伊也放下。 絕对呀、啊，毋通坚持，我是对呀、啊，你是错的呀、啊，毋通坚持。做个对咧，是无绝对的标准的呀、啊。今天的对无点面子就错了；，今年对无点面子就错了。这个代志太罪，太罪了。 啊！即是一间事，知略多啊！无论什么人，无论什么代志，以后都免不了有这现象。那是清官之间，运动互敬。 对一切人、一切事物啊，拢应当好敬，毋通甲人结怨，毋通甲精神结怨。只、哎、有花草树木，拢嘛有灵性啊。人也是虔敬来对待，毋通啊，甲因结怨啊。 下面，念汝甲咱解释，敬爱、恭敬,敬、甲自爱，这是咱应当爱有的啊。毋通啊，起码，起码是小事啊。 由小累积就变成大恶，变成大患。所以小利、小节、小掉哦，大利、大节都没死去啊。正直之正恶，正 <noise> 恶是讨牙医啊，无介意啊。 这嘛是最近会当积完了啊，积多啊。形象所讲的，在咱现今社会，四界拢看得到啊。啊，有无相通？就、这、是、个、通啊，即、这、相、个、啊，相通是。 机财不是话，即个所有遮弊、這個、之所无，别人有快活咧，我爱帮助伊啊，爱欢喜施舍，对这所在乐受。 啊！二代成了后，人怎样？我对于变化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最大的恩惠是甚么呢？法波斯呀！因为法波斯而帮助人降恶啊！当那些降恶一切问题，自然解决了。 未讲我，伊未歇，未歇，那系讲未做业嘅道理呢？颜色、人物格、面色、还完官，数正德内面第三句，留何值得啦？你看延寿国师。 德行只提了四个功能，延伸伫这内底，人物爱聊啊，表情啊爱合，微类微是微背。

言谢上好，去经中就好难爱物啊！爱物毋是讲好听诶话，好听诶话有当下含义啊！ 爱也是爱，真行啊，对内心来面真行爱和也话，这个爱物啊，有过错犯多伊嘛是爱物，改康不容易啊，啥人会接受？ 袂当接受，绝对毋当劝伊啊！反过是嘛唔通去讲伊，伊袂接受啊！你若劝伊，你知影来想呢？过去李老师教得，我们听常咧讲诶。 坑你的人是啥人啊？两种人，有义务啊，这个是伯母；你有错误以纠正的，这个、是老师。老师对学生的教会，也得爱插言关系。 这个学生未能接受，卖家结完啊！咱伫学校咧读书都捌看到啊，老师经验咧，定定教培即个学生，无教意即个学生。 这老师安怎？毕业文凭啊，提高了后就想办法要来请老师啊，不好老师啊，好好甲要甲拍一个、这个、啊，真诶不是假啊，不好啊。所以李老师就教我。 学生、啊、当中有会当教的著教，不会当教，汝著给伊看做是旁听生啊。对，客客气气，伊有甚物毛病，汝从来毋通讲伊。因为咱的班无大，是小班，讲堂、这个、大概著是咱这两边只大款。 中考就是二十几个人，你看到老师啊，就对这几位学生非常诶严厉啊，有怕有骂，好人怕来对那个哭哭啼啼。老师对因将来都无好面色对待。 哎，有几个同学咧，两个同学，老师认真客气，从来都毋啊讲有歹面色对因啊，拢是笑面迎人。你那、欸、时阵我个少岁，我三十一岁第一啊，我看无啊。 老师那几款太多，我这个意乞个不讲出来啊，何以老大人看出来了？有一天，狗啊叫去个房间呢，问我讲你看着我对台，即、这、学、个、是黑是有意乞，我讲是啊，我唔敢讲。老师就讲同学啊，真轻恶。 甲拍、甲骂，拢拍袂走，也阁感恩。虽然哭个真伤心，伊感恩。伊听话真正咧学，即落爱教教。阮迄个班，成年的人侪，我伫遐也算少年咧。呢。你最大是林看低六十岁啊，已经有孙利路咯，做阿妈咯。 老师一讲，我就红脸大鹅咯，一几个对伊也、啊、真好，根本都无要听。老师讲什么？好好好，讲完了，无形无傻啊！表面上看着真恭敬，老师的教诲。 无空的心来啊，根本都袂当去做啊！这款嘅心态就叫看作是旁天星。老师对伊就恭敬啊，客气,气不闻不闻。 所以和颜爱故，这真重要啊！以上共和经文解释，上面所讲的共和，下边不和结成大怨，这是经文对恶死心症有所回怒啊！即、这个下面下面诶这段是啊。 不和啊，都会结生这个大怨。所以人跟人之间相处呢，何必什么都较重要？佛教弟子为什么无组织？真正是一盘散沙。 为什么在当下拢会修鬼故呢？都是吃下魔力好铁、六合镜啊，人人做爱啊，人人想要甲别人好，我要求别人甲我好，大家啊拢嘛要求我甲别人好，所以团体啊虽然无水啊，那你估计呢？ 这阵当年在世时阵啊，伊个团体未少过三千人，这大个团体啊，和睦相处啊，伊是六好敬个团体啊，人人拢自爱，那一零零二这个来源。 都是四尊大刚够导，大刚刚学，大刚够导，每一个人主动加入好落实，入好来对最难的一条，也都是啊建和洞界。现在人讲建立共识。 咱若大家有共同的认知，这是啊，和睦诶，核心啊！若讲无即个共识，和睦做未到啊！和谐的共识是啥物呢？和睦讲，恁想诶拢错咯，我想诶是对诶，拢得照我诶想法，恁想看卖？ 啊！有人咁咪好意咧？无啊，做未够诶啊！我咧讲是非常卡妙啊！讲咧虾虾虾对好咯，你讲你有利虾，你讲有利虾，大概拢做虾好咯，冇代志咯，那就妙啊！ 你看，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，啊，就拢好咯。这每一个人拢好咯。我放下，你也放下啊、这个。啊，六和敬是建立伫即个啊独立顶面啊，伫即个基础上，无人。 很对呀，啊，弟正宗法门就更加特别咯，更加舒心。你才放下阿弥陀佛，拢中拢归到阿弥陀佛，哎，就好咯。 所以，阵这个团体是一个教学的团体啊，甲一般世间团体阁无共哦。学生拢尊敬老师，对老师有信心，对老师的教诲。 有信心，佮认真奉行，概率对都未来，概率毋是设下模拟去想啊，一条一条定落来啊，毋是啊，按怎来呢？同学当中有人反顾。 好，那就这条以后大家会记哩，这代志唔通做啊，啊都列做一条。所以该做的完成是当时己完成的，无无去甲想啊。哎，这个杀生，看了动物当中有杀生，当然唔是杀人啊，杀小动物，定多不杀生的这条啊。 然后人偷多，什么叫人搬移？发生这款代志，偷多，哎，这是违的物啊，是安你先来啊。拢是同学发生这款代志，这个代志啊，大家拢知影咯。啊，有的是付款掉了，都马拢嘛是同学因。 给老师遐去布局，发现即款代志是安怎，即条袂用去做，啊应该做无做也爱这概率，而、啊、且、这个、一定爱做，都是应该做，都是怪无应该做，概率毋是有限定好。 这个军团、啊、是大义团体啊，真正是努力、如法合情、情理化，当民众照顾到，下面啊会所管，医生下起也不为难。 温良恭谦，这个所在太多，爱哦呀，不好一定爱记，不好就会结完啦，这些真可怕一起啊！一时心情，静通常啊都是讲静止的静，一切经因语。 该做像像的是啊，啊说像古装。现在讲古装，会说话，人情冰时虽无混混，为景发生不喜多争，古文学时。这著是讲烦恼习气，人人拢有啊，是未当好认咧。 要多重心都几滴不啊！无言触动，一学得遐，伊作；可是无言触动呢，一个爆发。啥物时阵发作，伊讲伊都当控制啊！讲发作都发作啊！ 个佛法里面叫修行、啊，行就是行为，特别指这个啊不善的行为，不善的行为来改修正，叫做修行。所以修行是修正行为，对的维修呢，对心地来修，心地是念头啊，不善的念头才起来。 这些刚我马上该放下，啊，因为言行是听两头指挥的，两头先，言的先，行的先；两头不先，言的不先，行的不先。所以修行了解这道理。 个念头两掉诶，啊，都容易咯啊！唔尊尊啊，五不贤的念头，知未调的时阵，要安怎么呢？念佛啦，无上法门啊！知不足诶时阵，大声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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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拢总归告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纯正、纯现啊，阿弥陀佛的本意就是咱的诸行清净心，也、啊、咱诸行的清净平等觉，都、就是阿弥陀佛的真实意啊。 菩提讲啊，真好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己呀。哎，回来看紧了呀，该这个经都化解了。回来呢，看班，伊的三星经轮。 无着卖给人精啊！无利不精，无利而不精，这是真修行人，大修行人啊！表现出来，诶，确实是头前所讲诶。 静定安乐，这个乐不是狂欢，而是心情如一，表现伫信心,心的顶面。 画面的笑容啊，这种喜悦上啊，特别真章，就是一时夫气。 想道有正常之心，心是念头啊，毋通有即款念头。下面烦恼，天会烦恼呀，乃三多之一啊。一啊时轻心，造生小魂。 台湾湾相部没有一席啊，万金相辉互相杀害，如烟如烈了、啊。何文休息，转角即成台湾。注意看门窗帝君，严志文呐、啊。 《暗室专书》的顶半部，你看即个开头，四十一、十七岁为士大夫，讲伊迄个时阵，生生世世不完，互相残害，造成极大嘅罪恶。 这拢是应当爱避免的。啊，咱伫日常生活当中，尽量卖，互别人受气，五万分这种机会，卖可 这是咱修行的真功夫啊！所以经常常讲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那是菩萨啦、啊。一、这个人所在之处，爱护众生生烦恼，那不是菩萨，而是魔啊！ 某个人带来烦恼，菩萨个人带来喜悦啊！即句咱常常放下心来。 时时提起正念，唔稳准的发生，啊，都是一时清醒造成小混。对家己对别人，对家己爱忍耐，对别人爱忍让。 啊，这个妞也欢心，问题确实都化解了。若讲毋京小妞一定要经济幸福，要听降好行。 那对啊，做声弯弯胸部没有一席呀！这是百科来面万经回科啊，啊，样中的连变做渐进 隔雪就亲住门墙帝君一集去死即些第二变成大弯。门墙帝君是拄着富婆山，开头了后而更饿。现在即些第二你啲民间啦、啊。 能看到也不严重，最严重诶是伫轨道，是这个幽灵。最近北京的技术。 上冷篇公牒，里面的内容重力战争，几乎在每一场战争上，是的相方战死包括将军。现在在从什么压力打战 借一小部分金额咯，啊，来祈求超多，说明咱超多上敬就有效。因特别提醒，上敬嘅时阵来观赏，来真正去想着因，因才会能得到啊。如果只是上敬冇嚟想因啊。 啊，想百项大志咧，啊，因是得未着诶。这真重要啊！古人所谓“行则灵”，毋是行心就未灵咯。行心什么呢？所谓“即心如神在”啊，你一定爱想迄、那个。 咱若一拜拜释迦牟尼佛，心内就想释迦牟尼佛，伊就感应啊。拜阿弥陀佛就想阿弥陀佛，啊拜阿弥陀佛想释迦牟尼佛无感应啊。啊，咱消灾爱回向或者众生。 回向好多即款众生，拢爱想遐个众生，所以为着这下啊，双方战争当中死难的遮下将士、人民，你爱想着战场顶面迄种凄惨的状况啊，因都有感应啊。 有善根诶，这类人，有一寡可能伊到往生，真正念往生，有一寡去天道咯，有一寡去提升多灵多，拢是好代志啊！伊就算讲是提升多，伊对五鬼也升一级。 大乌人问伊讲：“真在收着啊！真在，因现在咧做游魂啊，真苦啊！咱看龙马军团的故事，那是龙真嘞啊！拄着佛法，嘿、啊，一对得着解脱啦。” 下面看《荷莱德》讲，如琉璃王为报宿愿，欲金沙色浆，经常有这故事啊。琉璃王石下莫了在世，伊是大国王啊。伊甲石刻作有完少，完是过去心中结的。 这是《石海宝》内底拢有记载，毋是整事啊，也毋是搁整事，这是啊，过去真长真长诶时间。刘丽红即阵人啊，迄、那个时阵，伊爹爹先多，伫即、这个。 鱼底啊，内面因是一阵鱼，琉璃王就是即个鱼内面的头目。先看作，这时准是欺负啊，也欺负人，有一摆。 因想要把这個鱼钓来的魚，鱼啊弄中啊活起来，啊鱼钓水个放掉，鱼啊全部拢杀掉，这天啊必杀的，这鱼啊啊万分不灭啦，清清细细会记你咪报仇。 这个茉莉花出事了，是这石卡之作啊。啊，遐鱼咧，鱼现在变成人咯，你龙之作啊？啊无量劫前的万分小小的、一点仔代志，一个挑拨，都变得见精。 啊，些家伙想要阻止这个战争，阻止不掉啊！如是因，如是结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未当啊！安都不听，不接受。 伊定要甲即个族甲灭掉，最后血卡啡就看大家都亡啊！所以伊个家族就去西藏，去澳中，以后就无去登去了。著伫西藏啊来落户，所以血卡啡嘛，算是中国人。 这件大志当年张家大师甲我讲，小家族经过这一个族的，走到后中这是用这代志咧来讲，应该理解不理结啦？虽然没看了万 拢爱甲伊看破，哎呀，活该啊！扎对毋通结缘啊，结缘效果太凄惨，生生世世偌做事，拢袂当解决啦，愈结愈金啊，连佛菩萨都无可奈何。啊。 所以即个讲咯，即世间万般之事，何为何害啊？欲造业因，必结恶果啊！恶因虽不立见，显现有当时；恶、哦、文虽不临时，但因果不虚。 我动不想无休事啊，这太子麻烦啦！古步下岗念的当时，当时做欠呢，撸钱多 啊，这咱、个、伫历史上看着，活动不想有好事，做起太好的代志啊，著、就是明显的例。 于是报私仇，私仇报了。如果做新业，这新、个、业是什么呢？把中国传统文化毁掉，做了个加严重的罪业啊！私仇。 是清朝，你阿未入关以前啊，也、啊、都、就是讲在明朝迄时阵，因副君啦负责小微部落啊，也飘那拿死，应该灭掉咯，即种灭掉了。 也偏那那时有酋长，临死时阵对天就抓，五族来对就是讲春节的查某囡仔，也要报仇，就这个抓。所以满族立足中国，对对，中国做皇帝，啊，都定了诶，这条诶。 条文啊，只要是入香南族的人，绝对唔准进宫。哎，几年一直到咸丰两百年呀、啊，过去了。 两百，年拢无代志啊？韩风是毋是知影做戏，还是要迄个哪是咧知影？啊？人来讲，这查某囡仔有虾米了不起啊？惊日要创虾米？所以就立去做贵妃啊。 以后无想着讲伊真正厉害，韩风死了后，伊夺冠啦、啊。因为虾米？伊生一个后生，只有一个后生啊，只有伊继承王位啊，伊变成太后咯。后生啊，细汉啊，太后虽然天经，所以这个国家的政权都。 变做江阿弟嘅手里啊，为所欲为啊，未清掉才报仇啊！但是这個、手段啊，汉族几千年诶。 伦理道德文化啊摧毁了，苗系佛法，朱清卫、老佛牙，所谓菩萨拢徛诶边啊，啊清朝两代帝王用信红佛法。 我们来对各种大地，当作国师的真多啊，自称为地主，只有伊家己自称老佛爷，嗯、这是最高大路，嗯、真正是地家啊！伊想要出地家是无用易啊，无人救伊啊！ 心太红了，手段太当了。另外，现在的社会上，咱也定看点，中国外国拢有败家子，这、欸、什么？李璐甲白武是种缘。 不完了、啊，所以现在有偌侪比母咱所接触诶拢讲是阴仔啊,啊，真正歹教。老师，我嘛常拄着老师来甲我讲，现在学生啊，真歹教。 啊，咱知影这个原因。因仔你这个世间人，有几个是伊，民族的心太恁价物咧？你用民族的心太恁价物，你甲人有温，伊来领导来做你因仔。 伊来不恩，你不恩会互别人齐心同力，拢是啊顺理而己。换一句讲，你甲别人结的啊，拢嘛是缘啊，啊，恁导的因仔拢嘛是万青资主。所以，咱嘛都爱深深的记理啊，古代的有多难的啊。

有占别人半诶念头，即、这个念头是刀啊，刀心吗、啊？虽然你无行动，你诶心已经是犯刀戒，对菩萨戒上就破戒。修行皮球戒论书啊，是不论心，好受啊！菩萨戒难啊，菩萨戒是论心不论书。 你去做是对起心动念，伊毋是行为，所以菩萨啦、啊，比新闻管太济，赶款的一条改。菩萨比新闻。 难太醉了，不积心，不动念。现在咱看到这個社会上诶，父母太儿女，儿女太父母，兄弟互相残杀呢，这已经毋是新闻咯，太醉太醉啦！ 这是什么呢？这都是弯弯上步。然后现在葫芦对台，对台是什么？一来领导你改台戏，伊今日过来也会来啊。伊来时阵就是要来台你啊，你来报喜个啊。 如果这个银啊是来保温，你对它改台式，你看温变做少啦。若个要不少，你改台式就像个加烧分。若一些偷这害这这物，你改台式，那欠债啊还欠命。 想着这点你，你敢抑佫敢做无？毋是做做都无代志啊，做做了后麻烦是真大，有菩萨拢袂当甲你解决啦，即代志袂当，我毋知影。 所以，咱伫讲说嘅当中上讲，伫啊真侪活动当中，我嘛上讲，受嘅传统文化的教育、伦理嘅教育、道德嘅教育，即种人修有作恶，伊认为啥物呢？ 我做派代志真见效，真派事啊！这是在约束的量比法律加好啊！也毋过因国诶教育，你知影也连古布死活不爽？你毋敢做派代志啊？为什么收到效果？你就会惊 你迄个念头，自然就会停止咯。因果教育重要啊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中国过去几千年，这个国家社会长地久安靠什么？老实讲，靠因果教育，至少百分之七十。 能力都掉，只会当降百分之三十，所以伫给器没钢筋骨了，即阵你以前。 每一个县区都有圣红庙，那么一个县区，它多一个永定圣红庙。圣奉庙所在之处，康熙是定霞。 去凤凰苗乡的人老绎不绝，凤凰有木有啊？ 哇的我八代节时阵，应该是七八岁。阮龙岗县城的城隍庙被毁掉了，军队去毁掉的。李军队。 一条性风貌的金三港。我下起迄时阵是寒天过年时阵，阮带你装卡去乡里去看外妈，外妈一滴。 是寒天落雪，诶、欸，外妈诶，厝边啊，毋是隔壁，但是我会记得是隔四家，无人，远，街四街去河林街，好像人咧破病，大人破病啊，破病啊，伊就甲厝内人讲，成房啊要搬厝啊，要叫人。 去甲斗搬厝，以为啊去打物件搬厝啊！啊，迄是要买个命、啊，没安怎咧？伊讲若有钱来讲，会当请人代替啊，所以厝内著了一寡买诶人啊，烧纸钱啊，烧真侪啊！结果伊讲有够有够咯，差不多咯，哎，当啊去找着人。 给带退了，也比慢慢的好起来了。上江里凹，可能发生这款代志。半暝啊，军队立去圣方庙，佮那边身上拢毁掉，身上、啊。丁是刚。 从红标整一天路西啊，世界上有印、有车、有米、有人行一只卡印，从红标到出城的一条路，那是西门还一条路，在世界顶面都可以看到，啊。 家乡真多人，大概亲像我即种年纪人拢会记，真诶啊，毋是假啊。啊，盛奉、啊、前一工搬厝搬走咯，第二工因家非常荒谬。 啊！你若讲这实际，我唔相信。我亲眼看到啊，亲身去体会啊。虽然啊，岁寒大概七岁时阵，印象啊特别深。圣湖搬厝了，圣湖庙我去真多拜。我老婆去圣湖庙去烧香，带我去、啊。 内面的盐王殿十店盐王是泥塑的，口感非常好，真正是艺术品啊！所以，阮家乡的人对这款代志印象非常深刻。 真有啊，嗯、绝对不是假啊！我、哦、文、嗯、应给相破啊，那相破都是看破，你应该爱看破。果然看破，你都会放下喽。 放下都未国再做这款大事啦。然后这个为众生等第为国，菩萨即为因呐。这都什么呢？你这个人，你不现前。 惊咯，惊不落因，你袂当无修啊！菩萨聪明啊，菩萨惊造因啊，惊造恶因，为什么恶因后面肯定有恶报啊？绝对走不去、啊。的。 来前几年我请嘛是我这同学，李老师的学生江月住台湾的回家，嗯、我请一位地格变相图，我的眼气来对写个真清楚。 原来有即个念头咧，成红来找我，放心啦。伊甲我讲，伊是罗江县诶，成红，讲出我细汉诶代志啊，无人知影呀。阮小弟嘛毋知影，即、這个但是大概只有阮老母知影。啊，伊讲一出来。 啊！我就相信咯、哦。这我要做甚物呢？希望我帮助甲心风苗恢复。我讲这代志会做会但是国家政策唔稳准啊 伊嘛明了，伊就想一个。伊讲在王殿非常重要，我讲我知影。圣侯庙内面最重要就是十王殿，十王殿是虾米？加因果呀。 同时，我哋新加坡以去新加坡来找我，附体一个人身上来找我。技术林咧，都伫外面咧砌围墙，用、嗯、福建惠安的浮雕，内面雕的是二十四号，做嘅真好看。 我就想讲，我讲是毋是咱甲十点淹王店做这浮雕，上这个墙壁顶面？哎呀，他就马上回答我：这個、浮雕甲就不如画图啊！哎呀，如果也甲即个地格围出来，甲伊应较做。 希望我会当伫全世界正中道场，拢会当甲伊啊点出来。我讲这小事啊，这伊提出建议，这更较好办咯。嗯、所以我就甲工业主参详，我一讲起，伊马上就同意。我讲为什么？伊讲老师在诶时阵啊，也捌提起。 希望伊画一张地角变向图，也伊无画啊，老师阁希望伊甲地角变向图对比咧，画一个西方叫做世界图。哦，逐个甲看卖，即边是苦，迄边是落。哦，好啊，啊，你现在应该做咯，一年诶时间完成。 真侪当客看到，迄是一张真大白的制作，五十外米长啊，二十六公分宽，五十外米长。这张图大概当印象几千张都毋止啊，成行来找我啊。 我可以做这款代志啊，是真的不是的、啊不是啊、呀，唔是假？绝对唔是白信呐。也因古我是何不爽？绝对唔是讲信都有，无信都无，那有些道理。 咱来看下面的这段：人在爱欲之中，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可乐自当，没有代价。任何人拢未当代替。善恶变化，对调所生，堕路不懂，悔改无期。 何不有精进心、努力修仙，欲好太好？念落自解，又当款如细林，下恶修仙。这是这两行的经文说。 讲诶宗旨，爱欲之真爱的贪欲，现在所讲的经济，这是、个、真恶当啦。爱不重，不对所不，这是古代的讲的。念不一，不生净土。 这人骨体、电力物爱欲之中，呀这句为是现前，会在公司全世界社会下脚。这毋是一地区全球性诶。龙啊电力的爱欲之中。

我讲讲，英雄不变才是真呢，见异思迁才是假。今仔日这个社会上，敢真叫爱情呢？那真叫爱情要有情欲可玩，拢是虚情假意啊。 大家互相欺骗啦、啊，只是和精神都拢无、啊，因为你这是阿会无信灵感呐。 有人讲、啊这个“人间地狱”啊，即个话，那愈想愈有道理啊。地狱伫倒位，今仔人间著是地狱。啊，啊，人伦基本诶道德啊观念，拢丧失咯，完全丧失。 难讲，五常，确实，今仔日不仁不义、无礼无智无信，中国过去诶社会，即五常是底线，任何人拢带有啊，无要安怎立足的社会。 也袂当无讲究即五字啊。怜是推己及人，想家己，著爱想着别人。你想想来想起，先对父母来想起，然后想车主儿女，然后想兄弟姊妹，一层一层诶扩大。 爱尽家己诶本分啊，爱爱护即个人，爱关怀即个人，爱照顾即个人，爱帮助即个人。现在无咯，现在人只想着家己，著家己以外拢未空咧心内 今日心内是什咪欲望啊、情欲啊？啊夫妻之间恋爱结婚，你哪门讲？这个结婚的这两个人，你两个当中，好像真正相信无？ 伊个摇头啊，哎，看卖啊，即太多是真的，也不是假，观望啊，未当中部啊。 几工的分手的有哎，有几个分手嘛有，即两年分手的作罪作罪啊，拢伫咧做罪孽嘛。甲啥人结完，如果生囡仔，噶只囡仔结怨。那恁为何啊也受罪？ 也晚分，一生一世拢说不清。来生修善，有依无依，若是度着敢未不好。啊，咱看念落这文，真爱无贪欲，是为。 生死之本啊，这都是古人功业，爱不忠不对所薄啊。这个世间人完全沉溺在其中，这功略多轮回啊，有时殊途相比，流转无穷啊。两对对来，就对将来。 无法讲诶谈真事，将书灌销半桶，无形书之罪，心是过心来，书是读自去啊，无论相水，无论年待啊。 学问、读心、读书、读去、读来，可乐主动，没有代价；学知、哦、高乐不该是高步，开始自作自修，也没有领带退荐。你啊，一生都在显言。 应先择地，你去诶所在好啊好，好啊，即是人天良道啊。啊，如果心行不先，你去诶所在就无好咯。 这个不好是指三恶道，可乐主动自作主修啊！今天我们主动即主修呀、啊！先恶变化，先变化都是先多，即先出暴。 三千多诶古波，恶变化这恶出波啊！人变做精尸，变做恶鬼，变作地狱，变化为所闻、金是水仙故，所作啊！ 夜莺恶，这来世便交融合，果是果是啦。天灾人祸，拢是家己啊，做做啊不善诶，夜莺啊,因啊所干掉诶。 啊，现在咱虽然是恶报，真苦啊！但所做善，来生诶时阵伊都会变作福报，千变万化，不可估算啦。诸节变化只有一概呀，拢是讲而通呀，啊，拢是事实、啊、真相。 总之，终前,前奥因、千古恶因、恶报，是真理，是事实。袂当毋知影，袂当啊，无小心人生。现在时间到，了，咱都有到即地。